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维华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约拿书的课程。第二章里头是约拿的一个祷告。约拿的祷告就好像圣经诗篇当中的很多的祷告一样，它都是诗。要认识，要明白这些祷告，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来分析它的文学形式。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开头，怎么陈述，怎么结尾。大家都知道祷告可以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在苦难当中的祷告祈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圣经学者呢称这些在苦难当中的祷告为哀歌。你在一个哀情里头，苦难里头，然后你向上帝所唱的一首诗歌，一首祷告的歌，我们称它为哀歌。如果你在苦难当中向神祷告，然后神听了你的祷告，神应允了你的祈求，你会向神感恩。这个时候的祷告我们称它为感恩诗。当然我们有其他的场合，比如说敬拜，大家一起的赞美，这个我们在诗篇里头我们称为赞美诗。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诗，不同的表达，透过这一些文学的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祷告它属于哪一类的诗，诗人所要祈求神帮助的、介入的或向神表达的，是苦难当中的祈求，或者是经历神应允之后的感恩。这些文学形式呢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学术，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生活的场景来想象。如果今天你因公出差，或者是你要到外地去游玩，你大概做了一些研究之后，你会收集几个电话，也许到那里一旦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紧急的时候可以有人帮助你。如果我们真的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发现我们的车子抛锚，突然之间我们的钱包被偷，我们有了一些需要，当我们打电话给这一些人，各位想一想我们会怎么说呢？一个想象假设的状况，说不定我们会这样讲：亲爱的王弟兄你好，我从牧师那里拿到你的电话号码，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乐意帮助人的人，我现在在某某地方，我的车子抛锚了，我的钱包被偷了，我实在是不晓得应该要怎么办，不晓得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助我。当我们这样子反复的解释说明我们的状况，我们需要的帮助之后，如果对方答应来帮助我们，我们大概会很快的说，实在是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的帮助，不然呢，我今天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当我们经历这样子的状况之后，经过了这个帮助，整个的旅行完成之后，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也很有可能拿起电话来，或者写一张卡片，向对方表达我们的谢意。你想想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大概会说，哎呀，亲爱的王先生你好，非常谢谢你上一次你的帮助。那一次呢，在非常危急的状况，我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之下，不知道怎么回事，车子就抛锚了。我其实呢四下寻求帮助，结果呢实在是没有办法。非常谢谢你那一次你的鼎力相助，非常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久旱当中的甘霖啊，非常好的帮助，谢谢你。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您来到这里呢，麻烦您一定要通知我，我很乐意来接待你。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也一定会尽我所能。各位你仔细想想，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人在急难当中时候的寻求帮助，或者人在接受帮助之后表达的感恩，我们大概都是依循这样子的模式。就好像我们接到一通电话，我们大概不需要太久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判断对方是来借钱，或者是他因为上一次你借钱给他，他来表达他的谢意的。我们的脑筋很快的分析，按照我们所接收的资讯，我们来判断这是一个哀歌的祷告还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来看约拿的这个祷告，
从第二章第二节开始，他的祷告这样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不晓得你在读约拿的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所谓哀歌的祷告，在困难当中寻求神帮助的祷告，还是它是一个感恩的祷告？神已经帮助了他，所以约拿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表达感恩。我们刚刚提到的哀歌和感恩，它在很不一样的场景，它也有非常不一样的元素。我们再回想一下，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对对方所说的话，第一个呢是对象，我们称呼对方，不管我们熟识或不熟识，亲爱的王弟兄、王先生。接下来呢，我们会很快的进入所谓哀情或苦难的陈述。我们会告诉对方，我们的车子抛锚了，我们的钱包被偷了，很快的就是哀情，那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最重要的陈述。描述完那个苦难状况之后，接下去呢，也许我们会告诉对方，我之所以在这么糟糕的境况之下，我来找你帮助，因为我的牧师给我你的电话，我的牧师认为你最乐意帮助人，或者我们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十几年的交情，我知道你是最可以帮助我的。这个部分呢，在圣经里头，或者我们称它为韧性，我们再一次肯定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之后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请求。我们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我们之所以向这个人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是为了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我的请求是，请你来接我；我的请求是，请你借我一些钱。各式各样，我们告诉对方我们的需要是什么。通常，如果是一个对话，如果是一通电话，我们会得到对方的答复。有一些时候呢，是诗人自己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会在诗篇里头看到很多诗人的祷告，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他觉得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他会有一个稳定的、肯定的确据。在那个确据里头，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我们知道王先生就要出发来帮助我们了。在一个哀歌的祷告，通常最后是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会告诉对方，果然牧师跟我的介绍是对的，你是最乐意帮助人的。我们会有一些表达我们的心愿，如果哪一天我可以，我一定会乐意的帮助你，诸如此类。所以呢，在对象之后有哀情的表达，然后有任性，然后有请求，一直到我们得到确据。而感恩的祷告呢，通常是一开始我们就告诉对方非常谢谢你的帮忙。引言或者是总结，会很清楚的在一开始就被听到或被看到。通常在引言之后，谢谢你的帮忙。接下去我们会很自然地描述上一次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哀情是什么，我们的请求又是什么。在下大雨的状况之下，在淹水的状况之下，我们需要饮食，我们需要交通，我们需要接济，我们的请求是什么？而对方的帮助，所谓的拯救，很自然地就在接着的陈述里头。当整个感恩的祷告或者是电话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见证，
你果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果然是最乐意帮助人的人。这两种祷告有相似的地方，里面都有哀情的陈述，需要是什么，也都有请求。说不定呢，对于那个拯救或多或少有一些描述，是把它当成过去事情的描述，那会出现在哀歌里头的任性的那个部分。因为过去你帮助我，所以呢，这一次我再来，我还有需要，我知道你，我可以信得过你，你愿意帮助我。在另外的祷告里头，拯救可能用过去式来表达，比如说在哀歌，在感恩里头，因为你听了我的祷告，因为你怎么样子来帮助我，所以我今天来谢谢你。那这两种的祷告当中，最明显的差异，说不定是他如何开头。刚刚讲到，当我们接到一通电话，我们会很快的知道这个人他要来借钱，或者是他要来谢谢我们之前借给他。如果我们来看约拿的这个祷告，一开头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得出来，感觉得出来，这是一个感恩的祷告。我已经遭遇患难了，在那个里头，我求告你，你也已经应允了我。当我在阴间的深处发出我的呼求，你已经听了我的声音，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来祷告。这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在感恩的祷告里头，约拿就描述他过去的苦情。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当大水环绕我，当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当我被你驱逐的时候，那是非常糟糕的景况。”约拿在快要被大水淹没的时候，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仍然坚定保持他的信仰，在那个诸水环绕，在那个深渊围住，在那个海草缠绕他的头的时候，约拿相信神仍然要拯救他。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约拿没有太多的陈述，他的祷告是什么？他告诉神，他快要淹死了，所以他需要神拯救他，或者是这个海草，或者是这个地的山根。我们不晓得他的祷告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在感恩的描述里头，他告诉我们，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很清楚的从形式的分析看起来，约拿在这里有一个感恩的祷告。因为他被水手们丢到大海当里头，他已经快要淹死了，在那个马上就要灭顶的情况之下，他发出他的恳求，然后神拯救了他。因为神拯救了他，所以约拿来祷告，约拿来感恩。当我们发现约拿这个祷告是感恩的祷告之后，也许我们再注意一下他的祷告的场景，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祷告。第二章一开头就是他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祷告的场景，约拿在鱼肚子里头。有一些研究的报告，一些美国、欧洲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有一些人被很大的鱼吞到鱼肚子里头去，他们在鱼肚子里头待了一些时间。有一个报告说，有一个人在里头待了一天；有另外一个报告说，另外一个人在一个鱼肚子里头待了将近3天的时间。当他们后来，被发现这个鱼肚子被剖开，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学者们去研究、去调查这一些鱼，这一些鱼的鱼肚子的温度。有一个报道说，它高达摄氏大概40几度。我在想，如果我们掉在大海里头，我们被鱼吞吃了，在鱼肚子里头呢，温度高达40几度，热得不得了。
也没有空调。各位可以想象，里头虽然也许有一些生鱼片可以供你享用，但是其实空气呢是腥臭难闻，又热又闷。如果是我们，我们会在那里头有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大概有很多的哀歌吧。我们会向神抱怨空气不好、环境不好、食物不好、饮水不好。我们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可是呢，约拿在那样的时候，他的祷告却是一个感恩。什么样的人会在鱼肚子里头热得快要发昏的时候向神感恩呢？先知约拿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事。为什么先知约拿这么反常？为什么先知约拿在应该要向神抱怨的时候、请求帮助的时候，他却向神感恩呢？也许我们需要更深刻来看一看约拿他一生侍奉的光景。在列王记下第14章讲到先知约拿的侍奉的时候，14章23到27节，圣经这样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西耶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约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约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一段的记载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什么状况呢？现在北国的王耶罗波安，或者我们称他为耶罗波安二世，因为他不是第一个耶罗波安，那一个北国的第一个王。虽然他不是耶罗波安一世，可是他的作为却跟耶罗波安一世有非常多相像的地方，因为他敬拜侍奉外邦的偶像。换句话说，约拿侍奉的时候，在位的王是一个不爱主的王，是一个不认识神的王，并且是一个作恶多端的王。然而，这个王呢，却收回了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在以色列全盛时期，大卫、所罗门的时代，以色列的边界和版图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大而已。换句话说，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他非常的成功，神使得他非常的成功。如果你是约拿，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作为一个先知，我想在他心里头一天到晚最挂念、最关注的事情，当然就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忠心的来敬拜侍奉神，以色列人是不是按照神的吩咐去除所有迦南的偶像。在那个地方上，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方式来生活，以至于他们可以见证他们的神是一个大能、有智慧的神。约拿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他是一个宫廷的先知，他在王面前出入，他每一天看见这个王拜这个偶像，拜那个偶像。我在想，约拿早上去打卡上班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祷告？当他看见王坐在他的王位上面享用他的早餐，说不定约拿会祷告求神让他拉肚子。一旦拉了肚子，王搞不好就会来问先知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约拿就可以好好的教训他说：“谁叫你不好好的专心敬拜侍奉你的神？”当耶罗波安要带兵出去打仗的时候，说不定约拿的祷告是：“神啊，求你警告一下，管教一下这个王。”不要让他大获全胜，给他一点教训。当他在战场上面失利之后，他就会回来，他就会问我，我就可以警告他，我就可以教训他，他就可以因此悔改，归向你。可是我们所说的这些状况都没有发生。上帝使耶罗波安势如破竹，在战场上面，在国际的舞台上面无往不利，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约拿在这样子的境况里头，他每一天看见耶罗波安二世，他每一天在宫廷里头进出，他有多大的挣扎。他知道他的神
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他知道在生命记里头，那个约代表着以色列人如果专心敬拜、忠心侍奉，神使他们成功，神使他们富足。他当然知道，如果以色列人违背约，以色列人去拜外邦的偶像，神要用饥荒，神要用干旱，神要用战场的失败来刑罚他们。可是所有的这一些都没有在约拿的身上成就和实现，每一天他进出所看到的都是耶罗波安非常胜利得意的脸孔。为什么呢？这里说神借着约拿所说的，我们通常把这段圣经读成先知约拿预言耶罗波安要成功，说不定约拿在这里所做的超过了预言而已。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先知所做的更多的是实际上面在战场上面的战略和战术的指示。在列王记上二十章，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他说，今天神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问说，借着谁呢？先知不是单单的预言那个成功而已。先知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亚哈再问，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亲自率领。亚哈呢，就数点了跟从省长的少年人232个人，数点以色列的军兵7000人，出去大获全胜。先知不是单单的预告而已，先知甚至于明白的指示，要借着谁，要从哪里去。列王记上第二十章有另外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先知在军事战略上面的指示不是单一的事件而已。先知来对以色列王说，你要自强，留心防备，因为明年这个时候亚兰王要上来攻击你。先知所说的不是单单的预言，先知告诉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从哪里出入，以至于他可以胜利或者逃过危险。列王记下第三章，以利沙做一样的事。当三个王联合去打摩押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头迷了路，以至于他们没有水喝，眼看着大军就要遭受挫败，以利沙指示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谷中满处挖沟，你们必攻破一切的坚城美邑，你们可以砍伐各样的树木，塞住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的美田。不但是以利沙，在大卫的时期，我们看见先知指示大卫如何突袭，如何得到胜利。换句话说，列王记下第14章这一段经文，对先知约拿来说是一段非常非常值得记忆的经历。他在这个王面前进出，不单看见王的成功，他甚至于他的侍奉是帮助这个王成功。约拿当然有很大挣扎，神应该要刑罚以色列人，可是列王记下的作者告诉我们为什么神没有。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是神可以继续刑罚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一直不回头，神继续刑罚，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神选择帮助以色列人，选择让以色列人在极糟糕的状况之下可以有喘息的机会，上帝甚至于给的超过喘息，上帝让耶罗波安无往不利。约拿参与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对于神是一位充满恩典的神，难怪他有非常深刻的反应。当他快要被大水淹没的时候，神拆了一条大鱼将他吞到肚子里，约拿知道神已经拯救了他，他知道神不会虐待他，因为神如果要他死，他早就死了。
当神使大鱼将他吞到肚子里头，约拿知道恩典已经来了。也许在我们批评约拿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约拿身上学到一些。也许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的病完全得到医治，我们才要向神感恩。也许我们不需要等到整个的状况如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才知道那是拯救。也许当有一线曙光，当神已经开始有所作为，我们就可以感恩。但愿我们在恩典的事上都有新的学习。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哈利路亚。